好的就。那一会儿吃饱的。撒上黄豆粉，再沾点糖。이거떡치기예정합니다나이거跟这么紧小心撞飞了这么有可能吗小心同学撞哎黑白无常哦高妹子来了你打我干嘛不是不是我看那个看花眼了哈坐你是和别人聊聊天我用英语对我给你问问来换个位置换个位置可以聊天你聊聊问他们为什么来现在我们在开打糕是我们朝鲜的民族乐器加叶琴他要边听音乐边打糕历史过程中有一个存在了加叶的国家在那时候开发了那个乐器这个乐器加叶是哪两个我知道哪两个字单人旁一个加加叶啊乐器哦今天晚上是在开发打糕的表演打完就可以今天晚上我们吃这个吗？哎，挺好吃的。对啊。那边的锅子是用来做肉的吗？好香啊！那个在烧火，那个锅在烧火。好香啊！真的好香。做咸的吗？哦，这么香！哦，这个完全是成熟的状态开始炸。嗯。这样子的口感应该是。以前就这样做，也是两个男的这样。或者更多人啊、哦哦、香的真的好香是吗？啊，土豆饼吗？土豆饼。切好了土豆饼。哦，谢谢。吃过了小葱要加鸡蛋吃对啊啊小葱一煎就香好吃吗很香啊哦这个音他还在看我那个听的听不听得出来听不出来Thank you.
好。이거수평으로좀때리게라동묘를떡판하고수평으로그다음에오케이맞을까떡판하고동묘하고수평으로좀해주고올라간다는데요한명이치고올라가는그거에사는거예요이人一人一个人一个打一人一下아야야아야等等等等이거털려서转过来转过来超级玛丽，艺术啊，进来，人等人走开了，来，没有，你们两个腰行不行啊？不要沾一个底吧，声音都没有。这个方法也挺好，他们省省力。他们都看得挺开心，音乐都停了。刷不动了，他们。好了，好了，可以了。谢谢谢谢。感受如何？挺累的。好好砸吗？人家那个有力哦，不敢用力，腰不行。你们砸下去都没声音。
豆粉没有甜，没有甜味。嗯，你可以走，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等着他们。嗯。单手操作，前的声音和他的心情。你我跟吃自助餐一样的，挑了两块，把大碟子拿走了，小碟子放下。他想打包，外国人他们都不吃啊。对，算了，好。你有点悬啊，一口吃会不会噎住？你把盘子撇一撇。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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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把那个打糕自己拿过来那边。好的，嗯，哦，剩下带过来。可以可以，谢谢，包备一下。嗯，大酱汤，大酱，大酱汤，就普通的家常菜。有大酱汤吗？太平菜和青菜，其他的可以不要。妈呀，不是这样，我只要再加上一次，你就别说这里过得近。嗯。这里面没有厕所吧？不是，我尤其是你刚才看到那个走完了，我问你，对。有够他们那个小时吗？谢谢。只行动你的。他们坐下。他在等师傅有一个。呀，我是哪个公司？我参加过了，他那个。你找你师傅，哎呀，看他很苦的。没事，没事，没事。我跟他说了，说你们要想吃大香汤。啊啊。那其他有什么菜可以去掉去的？因为我吃不完又浪费。啊，是吗？啊，好了。是这个意思啊。其实这个之前都是点好的。啊，那可以不要的就不用，因为我们端上来了，我们就算没吃也觉得是吃过。没事，先上吧，看看看。对，先看什么菜。好，来。反正都点了。啊。
那你下午一大桌子没吃？主要中午肚子没疼，现在。哦，你意思说进入状态，真的可以吃饭了。中午一点饭。大开杀戒。中午一口饭没吃啊？哎，我看，起来，爬起来，我看从下面看你，看，快！我这手拿不上，他们觉得很莫名其妙。小妹，哎，我刚说小妹要是倒个酒来，啊，这就是酒，酒，对，酒，酒，对，没有，没有，没有，酒，想喝酒吗？不是，这就是酒，我是女的，我是酒，是吧？酒怎么说？不能喝吗？可以，可以。那一会儿一块儿喝吧，来，没有，没有，这怎么喝起来了？啊，他们一块儿坐过来吃算了，他们三个人，我们三个人，对啊，要纸吗？要纸吗？一会儿喊和他们一块儿吃就是了。小李，吃晚餐喽。正当时打。陈伟，吃晚餐。然后就说来开平这边会吃的比较清淡一些。嗯。所以我们从这个是大酱汤。从大酱汤开始给大家介绍。这是大酱汤。那里面加了那个大酱。这个是豆腐。嗯。豆腐。白米饭。凉拌黄瓜是不是清淡版的大酱汤？炒鸡蛋，嗯，太清淡。这个是吗？这个是吗？猪肉。这是那个打糕。打糕。打糕。这个是白菜。嗯，白菜。这个是大酱。嗯，不是，这个不是大酱。这个是五花肉。这个是包菜吧？五花肉。嗯，然后拉出来一看，这就是我们的菜。今天晚上还不知道有没有。对面是法国人，不好沟通。人家说中文，结果。你们法语不行，我来中文。哦对，他还对对对，清酒。是，我想起了一个事没说，倒了清酒，怎么样？口感？很清。这边整体偏清的。嗯。然后现在好像又来了一道菜，是我们的吗？哦，这个是银泰鱼，这不是银泰鱼，这么大面积。哦，鱼是吧？嗯。豆腐呢，一定要沾辣酱吃的。哦，刚才没有辣酱给我们，我就给他演了一下，他就知道。你在演出是吗？我想吃了啊。